大家好，我是法奈，今天要来推荐的是我新的 EP 里面的更好的理由。这首歌非常非常谢谢好朋友夏夏和心碎跟我一起演唱，然后还有很多在凯道上跟我们一起反抗这个不公义的政策的一首歌。然后这个歌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所写的，那时候住在台北，然后签了唱片公司的合约，然后每天都在等着要出专辑变成大明星。可是对于自己的故乡，对于跟族人一起手牵手唱着歌的感觉，非常非常的想念。那我写这首更好的理由，就是要让自己在台北打拼的还有更多更多的游子能够很坚强很坚强。那现在在凯道主要也是希望我们的原住民族土地呢，如果可以真正的回复给原住民之后，我们的年轻人可以不用都往都市移动啊。如果我们可以就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我们可以办自己的学校，我们可以自己重新创造出我们祖先原来吃的食物，创造出我们祖先原来生活的模式，这是我认为对我们的文化的传承最根本的问题，就是土地。这样。